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响啦啦嘿，炫酷变装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雪山独行侠，看到营地了，暴风雪太大了，任务都没完成。队长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队长，我们的食物不足了。什么？哦，这已经是极限了，你要是还能放上，我就认输。那你可就输定了。果赢了。1-0。我赢了，应该是0-1才对。这上面是彩虹的公式。这个地方的计算。糟了，糟了！这可怎么办？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应该是这样的。彩虹，对不起，我们用了你的黑板。你别生气，我正在给你复原。对，好了，你看，全都恢复原样了。对。彩虹，你没生气啊？没事儿，你们是我最好的队友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彩虹，其实我的数据都备份了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事！警报！啊，是雪兔球球！护卫队，我们被暴风雪困在营地了，需要补给。我要豆沙包。球球，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雪山营地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出发！是。风暴击车，彩虹击车，闪电击车。暴风雪好像越来越大了。抵达营地，准备降落。是。大家还好吗？我们带来了补给，给大家分一下。收到。给，真的是豆沙馅儿啊！谢谢。大家如果恢复好了，我们就下山了。等一下，山上还有一个营地，他们的食物恐怕也不多了。没问题。那我们赶快开机车上去吧。山路太陡，开机车很危险。带上救援物资，咱们步行上山。是。山上的积雪很厚，大家要小心雪崩。雪崩？不至于吧？当然了，在雪山大声说话都有可能引发雪崩啊！大声说话都不行，太刺激了，好像探险一样。我们去看看，你们就先在营地里好好休息吧。小一点，我没事，刚才只是有点头晕，我还要操作设备引导大家上山呢。彩虹，快走吧。再见，再见，注意安全。咱们得加快速度，不然很难在天黑前下山。好，加速前进。
风暴！我拉你上来，快！谢了。你们抓住绳子！很简单，放开手就行了。是护卫队，怎么似乎你们有点小麻烦呢？是雪豹微微，请你帮帮我们。他离这么远，怎么帮啊？可以的，雪豹们在雪象环境下跳得又高又远，只要他愿意，一定能帮到我们。他说的没错。啊！我可以帮你。不过，我要你的彩虹能量。小雨点，把彩虹能量给他。快一点，我坚持不住。嗯，好吧。彩虹能量，交易完成，别想反悔。不，雪豹先生，我们不会反悔的。我只是想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感谢？莫名其妙。你，彩虹能量是你最重要的。嗯，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彩虹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可能是刚才太用力了，放松以后有点头晕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已经没事了，还是赶紧上山吧。谢谢你们的补给。别客气，快回去吧，我们也要在天黑之前赶快下山了。再见再见。总算把补给都送到了，这下探险队可以安心过夜了，对吧？彩虹，走哪边？啊！哎，彩虹，彩虹，你怎么了？我头好晕。我们得赶紧带彩虹下山。彩虹会不会是高原反应啊？好像是，我们得尽快赶回飞船。可是雪太大了，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啊！迷路了。啊！又是你，雪豹先生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下山的路？当然，不过拿什么谢你是吧？我的闪电飞梭给你。闪电，把我的风暴战拳给他。彩虹的情况很紧急，用闪电飞梭才能尽快赶到飞船。可是够了，两样都留下。啊，不同意也无所谓。给你，闪电飞梭，风暴战拳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小心！雪崩了！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快跑！跟上我！那里可以躲，跟上他！把手给我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。雪崩来了，快把手给我！不用管我，不然你们也跑不掉的。我们不会抛下你的。闪电，好，你站稳，闪电飞梭。风暴力量，
中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这里海拔比较低，高原反应也就消失了。我们要是早点发现你不舒服就好了。你不舒服就告诉我们嘛。谢谢你们，我们是伙伴，是应该早点告诉你们。送你们到营地了，装备也还了，算是我的感谢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微微先生，如果不够，你们还可以提别的要求。不是不是，给，谢谢你救了彩虹。我们看你不太爱说话，一定是山上人少，没人陪你聊天。拿着这个通信器，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哟。我也许会考虑的。谢了。再见。再见了。记得联系。有人吗？啊，微微先生，喂，是微微先生，微微先生，我为你们制作的雕塑，你们收到了吗？谢谢你的礼物，太好看了。微微先生，谢谢你，做得好精致啊。这次联系你们是想向你们说声对不起。其实我帮助大家不应该索要东西的，就像你们无私的帮助我那样。站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